用 meditation 去想通啊，伫遐呢，得到正觉啊，就是第一个啊，释迦所悟出的真理，叫做四性的苦集灭道，简单讲起来啊，人生的现象就是苦不了，心就变成苦。啊，苦难的来源就是 desires 欲求，甲无明甲五执，就爱变，互这个五执无明无去。 啊，就爱安尼安尼，啊，你甲灭，这个涅槃，涅槃啊！啊，那这个灭，这个欲求魔执、缘起缘灭啊，这款的物件，就爱八正道，这叫做四性的生闻性。所以从各种大经老师咪宗教问题，欢迎您来质问，啊，我若知影，我得甲真乐意甲咱回答；唔知影，我过来编辑顶，编辑个传书。那。 这就是佛教，所以印度有出印度教、伊拉教、佛教，搁一个伊汉教，出一个伊汉教，哦，这个释迦教很要紧，伊因迄个讲伊在做中立的时阵，就是用释迦教的为师，啊，骗骗个暗杀死，因为伊啊有安尼，造他这个印度。 印度啦，这个印度境内一间叫做Golden Temple 金殿啊，所以伊安尼，安尼牺牲真济啦，所以这个释迦教徒唔愿，所以伊的贴身为师就是佛教，拢用这个释迦教徒尊用。
包头巾迄个就是色戒教徒，啊个暗杀，即个印度总理个暗杀，所以色戒教拢总是，所以色戒教可能汉文第一本的册是我写，包括中国上早啊有写册，所以我呢，迄本册写了拢无人买买，大概二三十年前，即个印度干人从暗杀死的时候。台湾人都唔捌宗教，这是教育部直接。后来安尼拢做八个啊，八个现代世界宗教。伫亚洲算有滴，刚才咱讲讲的是儒教，儒教啊道教，但是儒教甲道教外国人对这个宗教有哪无啥分？因为因英文这个道义者，甲孔丘山尼者，拢甲误解做儒家甲道家，所以你若看英文的这字比咱较好，拢咧讲儒家。不是讲儒教，啊，道义者，拢在讲道家，不是在讲道家。所以我往往咧加一字，叫做 philosophical 道义者，啊 ，philosophical confucianism 儒家，儒教，安尼是前后。啊，所以宗教真复杂，儒教、道教，过来日本一个足要紧，影响日本人的这个萨摩耶精神的，这就是新的新道义者，新的道非常复杂。啊，咱遮有刘杰的啊，咱的秘书长，就是刘杰的，伊就知影新道教，真济种的这个新社做中心，伊怎么来社一种，但是这个大和民族结社了后，用一些经过一些新疆做中心，国家新道就是讲伫咱台湾五十年迄个新道教。后来，咱这个宗教遮复杂，这是咱，大家讲唔是干那咱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款道教一款，啊佛教一款，迄真复杂，这是一个宗教因素下面，啊，这是一个 literance 吼，相当有济的这流派，虽然是捌念完啦，啊，所以我做一个教宗教史的人，也是干简单教一寡宗教的基本理性。那今仔日咱主要目的是去好好来反省，到底宗教信仰会影响台湾人的心态是阿对，会影响台湾人。伊这个心态、心理上的问题，会听土地问题、民主意识的问题，阿袂。来，这篇文章的构想是安尼写下，这是伫公元2000年伫美东下面的啊，伫准备做，后来2000几年全部修改。啊，因为我感觉这个主题重要紧，虽然一项一项在检讨，所以请大家看这个个来哦，我讲这个个。来输出，因为这真要紧，所以咱慢慢来了解宗教甲政治的关系。伫表面上看那亲像无关系，但是若用台湾社会想法来讲，宗教甲政治两者有无不可分割的关系。像讲统治台湾半世纪，已经六十多年，的中国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就上会晓利用。宗教的一个政府，伊个达官高人不但兼变，和台湾各地庙宇，你去看庙拢挂起来，连淡水边嘛有爱看，看个庙，阿妈研究即马啊，几大堆，啊，搁较控制全国的道教会、甲佛教会，以庙宇角头、甲伊个祭祀官作为公职人员选举的票仓，甲调价，也最高明一招，是将国民党这个三民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宗教化，阮做这个宗教史研究的人，三民主义是一个宗教学的意识形态，所以我甲号做三民主义教，啊，顶下咱就分析，啊，说甲宗教化，正做本宗教政治人员以及全国人民的一种政治信仰，也就是讲三民主义甲共产主义同款，拢是宗教学上所谓的跨界的理想归属宗教。你讲伊宗教有清净啊？你讲唔是哦啊，啊，拢宗教的物件伊拢有，吼、哦，拢总有基本条件拢有。共产主义也是同款，啊，咱讲共产主义咱看唔捌，咱来讲三民主义。因为因将家己的政治意识形态 political ideology 绝对化，要求全国的人民爱信用，以便做一党专政的政治。共产党嘛是一党专政，法西斯主义啦。啊，这个日本时代军国主义、民主主义，拢总是一党专政，啊，内政搁较死，这拢是类似宗教，
这里我呢，中国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如果从每年九月二八日到现在，这空台顶改国家化，以大家的税金，以及一位知名啊，后人有人给我解读，那部长级、院长级、五院院长级的薪水是部长级，啊，而且大贤、智贤、先师、副主管，也就是控控制户的控制性，即嘛死啊！啊，将主主教就成做国家宗教，所以国民党咧讲宗教甲政治分开，半夜无食迄种骗啦。台湾有国家宗教，社会控制啥物事？国家主教，即大家拢唔知道。我有写一篇文章伫即个《自由时报》，啊来批即个建筑，讲国家主教可以是为个人消费方面家己事，啊，佫是即个北京古系统的教会迄个即个外头的，我袂做里面吼。安尼有反应就好啊，但是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孔夫子一种封建的中医教条，一样是台湾人的国民教育。不在家庭、台湾社会、传统宗教、民间的主教、道教、甲民间信仰、以及佛教、基督教、基督教甲天主教，咱包括在内，等教团的信徒，这是宗教甲政治的关系不是。在在直接影响台湾建国的力量，阻碍台湾人民建国的行动，因为安尼需要去批判甲反省。下面咱就三民主义的宗教化，怎样阻绝台湾建国主教中义教条挂帅的台湾社会，如何影响台湾人的民主意识？传统宗教如何用于和彼岸的敌人，就是共产党啊？来宗教统治，以及佛教、甲基督宗教、基督教、甲天主教，台湾建国所担负的使命做题目，咱来好好思考看卖。第一项来批判三民主义教，三民主义教阻碍台湾建国。为什么我该叫做三民主义教？因为今仔日我若从事这个比较宗教，伊顺得到一种马克思，就世纪上困难的顶世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跨级的理想，类似宗教，所以阮从这个给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福音来做比较宗教。写这个宗教书的人一定爱从这个角度，但是伫台湾咱看会到，就是三民主义。这个宗教的条件，咱先来做一个整理，伊这个爱有教主，伊这个爱有经典。伊这个爱有教条，伊这个爱有信徒，伊嘛爱有心观，嘛爱有人观，嘛爱有道德观，嘛爱有世界观。这个物件宗教的条件，三民主义教拢有。所以我直接先讲个，好，我咱清楚，啊，再来谈这个论证。三民主义教的教主孙中山，三民主义教的圣经，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教的教条。就是大学生、中学生咧读个国父遗教，三民主义教，伊嘛有信徒，就是国民党员嘛。三民主义教有伊个世界观，国家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教有哪有伊个新观，领袖万岁，蒋介石是新啊，一个新的封建崇拜，伊日本时代延续到台湾。三民主义教的这个道德观，中党定爱国。爱国等于中共，国不共啊，两者会，即摆要不就调调到底吃。当然啦、啊，这款的宗教化的政治形态，做兵的人、公务员，包括你基督徒也好，信耶稣信得清，立马得收回回归，甲你做礼拜。那所以我一本是来做学生时，我真无奈，我有读过两年的一本册。第一年，一年读一年，也开始就咧走公式，啊，一个幼年。我咧，迄个生活经验就是讲，每一个礼拜的早起，来五日头，五当年，西街咧，啊，何教先生、校长先生，啊，这个教务主任，穿一个足水的，迄个擦的鞋啊，因为我伫高雄咧读国小，皇帝铁骨。看无校长先生读，啊，当年西街咧了后，哦，你知影非常勇敢咧读，读皇帝这句，真我母呢，我甲可说可说，啊，咱只勇敢，
啊，圣旨！哦，好，你背一个，背下来听听。啊，你背一个。我怎么讲哦？心阿摩尼，我个苦索苦索，困要哈吉乌苦多苦恩尼，破苦我达子乌苦多辛苦那里，我个心命要苦救你，要苦苦你。屋上心を一つにして、世々その身をなせるは、これ我が国大の成果にして、教育の園芸、まだ実にここに存す。何時臣民、父母に公に、敬に、友弟に夫婦愛わし、法有愛心に、教権おのようにし、学を収め、領を習い、もって知能啓発し、時を常時し、進んで攻撃を広め、一旦緩急あれば、あれはセコンズボロだと。这是大历史，阿个证明讲我讲的是对啦，但是我不要念，我讲第一句会记哩念念，因为是国小读到二年，第二年就走公社。我讲哎，啊一日到生，你搁画一句口号，不得人类的敌人，别个哟。哈哈，这个话，不得人类都提起别哦，意思那就是，请你会记哩，会注意，人类的对敌是美国甲英国啊，画一款哩口号。啊，当一件战后，台湾是无光复啦，终战了后，想讲，哎、欸，来个这款的皇帝崇拜的仪式的无？但是那无伊咧，即摆甲你变一个更加吃啦，拜伊，啊，甲动员会会拢伫中山堂。现在不是五当兵哦，现在五孙中山行咧，一鞠躬，这当位，再鞠躬，三鞠躬，有无？所以那读皇帝铁棍的，不是进欧盟里的，以自立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哦，足够了，安尼是不是皇帝铁棍同款啊？进就是正，皇帝就正，以自立国民革命，孙中山的铁棍。皇帝崇拜拢出现，啊，然后氛围。哦，我做一个囡仔时代做一个基督徒吼，我足袂爽啦。我拜上帝吼嘛无遐功夫，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我敢若吟诗祈祷咧，尔，啊，哪会来拜这道？哦，信耶稣信袂清啦。啊，若老蒋的生日，会搁甲唱赞美诗呢？哪在中华在之先呢？哦，咱拢孙中山生日。一个唱赞美诗呢，我们国父所创革命，安尼是不是礼拜？是新皇帝崇拜在台湾流行，伫戒严时期无人敢违逆，安尼将近四十年以上。啊，所以这个问题，咱有去想啊，这就是一个国家宗教，就是用一个政治心态麻醉人民，予人袂记得台湾的价值，予人袂晓听土地，所以三民主义教。阻碍台湾建国，就是安尼先。上吃咱的一项，台湾人有国歌，台湾人所唱的国歌《三民主义》，不当所讲，《三民主义》是伊的圣经啊。啊，我讲，我倒也毋是国民党员，我这教怪人，一世人毋捌进国民党。因为做兵孙硬咧压我一党，读册孙咧压我一党。我讲实的，我基督党，我耶稣党，我袂使去一党。后来赢指导员叫我去，我讲啊，你为什么唔入党？你是优秀青年。我讲我已经是基督党，诶，基督教，基督教哪有基督党？讲蒋总统他的境内啊，啊，是不是信耶稣？是，他跟我一样，他是基督党，我也是基督党，所以不能再入党，就用安尼贴掉了啊，贴掉。所以这款用政治意识形态来绝对哦。做一个宗教来麻醉人民，那是独裁政权，晓得无？请咱记。啊，所以佫用伊的冬瓜来做国歌，哦，足夭寿的。用伊的冬旗、海军旗来做这个啊，来做这个宣传，用伊迄个这个国旗歌。啊，所以这个问题，咱过去拢唔捌咧想。啊，当这款主义性的信仰，啊，咱完全拒绝。台湾人就是无这款。
这款物件做麻醉品，麻甲头甲空空。哦，啊，我会记哩，我伫中文大学个时有读到这个，有一个基督徒教宗教个主教圣公会这個、这个Episcopal Church 的 Bishop 叫做丁公会。伊迄个壁画遮红个时阵，写一篇文章对共产党。伊讲恁共产党官讲啊，基督徒伫信宗教，讲宗教是人民个麻醉品。啊，我说白了，共产党已经三四年啊，啊也未翻身啊。所以基督教若是个教条，若是麻醉品，啊恁共产党个教条比麻醉品较毒。哦，我若是鸦片，你就是魔鬼。啊，同款个道理。国民党来到台湾，用三民主义一款魔鬼来麻醉台湾人个头壳。你若要吃刀咯，要做主管。若无给我入党，无给我洗脑洗到清气清气，免谈，袂当做主管，这拢总是事实。所以这部分我干安尼交代就好，唔免看文章，安尼先甲讲。第二部分来讲主教，有主教是的，主教这块开，所以咱来看这个文字第二页，第二段主教的教条，啊，这个扼杀民主精神。超过半世纪以来，六十几年来，中国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自中国大陆从迄个封建帝制时代儒教教条引进渗透台湾，延续前朝科举制度时期的制度内顶，来作为啊国民教育的一环。因为安尼用人民的税金支持一位孔子后裔的孔德贤，可以做大贤济世先师孔子，哇，这个制度要有哦。啊，同款嘛，用人民的税金，台湾各大城市去控制庙，当然嘛，移收古今投入来的私人出钱的控制庙，也政府当局，佮为着伊的国家儒教合法化，就故意用九月二八控制生日，改叫做教师节，并且伫即日举行祭公大典，这等于是讲用控制的诞生。做教师节，也既然这讲台底目的，就是要用教师节来为国家儒教做背书。这款模糊现代民主精神的儒教封建教条，甲伊的复古的制度，实是大大妨碍台湾人的建国的路。而儒教思想国家化的问题，咱就来甲批一下。汉人奉为儒教思想的开山祖师，就是孔子。是公元前五五一年甲四七九年的人，是春秋战国时代教育家。伊如何伟大，自然为伊历史定位咱无否认。孔夫子周游列国，算是伊也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以及有教无类，广修弟子三千，啊，培养出精通礼甲社区书数的六艺学生七十二人次，是用二十六个。啊，世纪以前古代比较先进的思想的模式，甲教育内容，这咱无否认。孔子著作《春秋》，伊为历代帝王的名言，伊言行思想，由伊学生编辑成为典哦经典性的史书，来学中庸论古明主。伊作为后代汉人社会伦理道德的依据，证明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孔夫子以往的伟大所在。历史当然。会当家鉴定，咱无否定。问题是，孔老夫子是一位2600年前的古代学者，伊的思想甲贡献有伊的时代性，拢有台面伫咧。对今仔日来讲，极个，该咱做伫古典文学甲思想史的研究内面。如果硬要将伊的教示当作现代社会生活典范的话，除了选择。甲器物尊敬以外，崇拜甲祭祀，都会甲底起来，嘛的确在重新传承。伊都讲嘛是共款啊，耶稣讲的话，迄2000年前的，若要经过牧师重新 renewing， 重新传承，拢无容易变作古董，变作故事啦。孔子的迄个教示嘛是共款啊。若无呢，伫师徒台湾社会现代需要来讲，若水土袂发袂合，嘛是一种中国思想的老古董啊。反观孔老夫子留下来的迄套物件，不但伊予政府当局奉为国家儒教的教条，也师徒台湾社会中产阶级奉为民间儒教，就是
如中心教的软堂啦、一贯道啦、天德教啦、阿弥陀道院啦、天地教啦、礼教、点点教两个基本教义，我相信你去看神书看有影无？咱咱儒家教条是封建帝制时代思想的产品，所以建立伫忠孝节义的教育，其中尤其是尽忠报国、甲杀身成仁的教条，佮到汉代以后各朝帝王奉为政治的学，以及以往的国民党政权。嘛咧沿用的国民教育，多数只认讲儒家的中庸，这部册具有完整的宗教体系，所以封建时代帝王就应用儒家思想来做国家儒教的教条来治理天下。孔老夫子因安尼顺理成章，煞变做儒教的教主，又搁立即伫国家史典中来给祭祀无忘。真显然，中国历代东正者真欢迎用这套。产生伫封建帝制时代的儒家思想啊，治国的原因啊，就是伊的忠义教条符合因的权力既得利益。因为帝王是天子，伊独裁权力甲专制政治，从而互一般啊百姓相信讲，老蒋会做总统，这是天命啊。也儒教的教条拄好为伊背书。将伊教育保金的文武百官，甲一般百姓永远去奉献，政权就是天命的奉献教条，永远做乖乖飘的顺民，明白各种的道理，就会当洞察为甚物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台湾以及一个国家儒教的理由所在啦。当然啦、儒家思想和宗教啊，甲国家化的结果，伊封建时代天命移动，直接都带人外地。政治宿命的中间，你安尼不但怀有中国思想精神，甘心做中国佬就对啦吼。同时嘛，扼杀民主精神的时代标语，教台湾人恶德特别结果。来第二小段，儒家统一概念，国家儒教阻碍统一建国，安那讲？前已经讲起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啊，制定国家儒教目的实际上是一种。教人中等的爱国的国民教育，教会是被教师节用吴阳低的祭先，用总统甲国关机的市长做祭司头，或者正大人做祭司头的祭公大典，我是教育人民做顺民的一种宗教信仰。所以就呢，国家儒教的信徒就是退休之后有18%的利息，含领要免税的教师、军人、公务人员，有所有的国民党员，甚至。要搁要求信仰各种宗教的全国民众，拢搁信仰这个宗教。啊，是的，中间咱有领18%的吼，啊是的，这是个制度的问题啦吼。啊，大家税金啊，恁应该分享，去分享，我无搁后悔。不过背后有一个不正当的动机，这点啊，我是反对。毕竟国家主教旨在啊辅助三民主义，并且两者。该与国民党一党专政做背书，那是安尼先，自然削弱台湾人的自主性，嘛阻碍台湾人独立建国的前途。十分显然的就是台湾的小学、中学、大学所标榜的礼义廉耻思维，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所谓八德，就是为属于国家儒教的国民教育内容，这是伊的教义。因为这个教育内容拢是儒教的教条，以作为自小学到大学。学子的国民教育，主要是儒家思想泛政治化的表现。大家会当想象的，就是这种封建帝制时代的社会道德规准，会当讲是死教条，硬要将伊应用伫号称民主国家的台湾社会，实在是真有问题。事实嘛，证明讲这类国民教育的死教条，伫60多年来啊，并未伫台湾社会产生道德教育的作用，使下台湾社会的老化暴力。强暴妇女、抢劫、偷窃、政治品质甲乌金挂钩，就是无礼、无义、无廉、无体的奢侈。啊，若有礼严、礼严体面就安心。而反政治化的八德影响下面台湾人，嘛，从此哪来哪加好、哪提升、哪无敌。像讲八德第一德中，伫60多年来，台湾社会理解的是忠君，恁是领袖万岁，中党也等于是爱国。用三民主义信用政治意识形态，试问真正的民主国家，哪会有这种政治鸦片甲魔鬼呢？咱知影啊，民主国家的基本理念，不是 loyalty，
不是中，不是中，是责任，责任政府，责任公民 ，responsibility， 也就是责任政府，责任公民的政治力量。因为民主国家的主人是咱，是人民，不是政府。政府成员是人民的税金所请的公仆。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要讲中的话，只有公务员爱忠于人民。本人忠于国家，安尼啦，绝对袂当忠于一党专政。总统领袖，总统选书特别乱台啦，党。可惜，苏州台湾六十多年来国家宗教，无不以教育人民中党顶的爱国去套歪理，地搞学校变作国民党的党校，军队变作国民党的党军，法院成作国民党的党院。并且拥有可以列入今世世界纪录的东山，拢淘汰自咱台湾。真侪国营事业也由国民党所控制，国家管理机构搁开始安心，就是因为有这款的事实，台湾社会民主甲人权自然在心中，社会公义也予人民有信。虽讲改良以后的台湾，哪亲像比以前较好一岁，但是自公元2000年以后，台湾人有机会做总统。不过上述所提的政治毒药，还不大大阻碍台湾人独立建国的行动，这点都是大家来同心协力去争取和突破的所在。时至今日，咱的美丽岛台湾还不处于党独不分的政治体制的下面，因为雕朽压寡。一八年，我知影的国民党所控制的英国，这篇文章是公元2000年写的啊，就是安尼。要台湾人拥有独立建国自主的性格，第一大先就是爱用心制定台湾合迁合约的宪法，破除三民主义教的迷信，洞察国家主教迄种阻碍民主意识的这个意图，彻底来看破，还是该拆穿国民党如今的台湾一贯国统纲领的这个政治丧失的这个行为。该以政治聊天成为大中国主义的梦想之一，台湾人才有出头天的一天。伊有安尼先，台湾人长久以来受奴役的心灵，才会当进入头版。台湾独立建国的希望的火，才会当燃点灯。这是我对这个国家主教的批判。如果大家有甚物更加好的意见，较听有时间要讨论吼，咱再去来讲。第三大段。传统宗教影响建国的力量，而且所谓的传统宗教是啥？是指民间宗教，是传统教派宗教、风俗道教，以及民间信仰之源。生活在台湾社会人群实在深受传统宗教影响，但是却真少注意伊对立台湾人政治态度是毋是有影响的问题。其中尤其是对台湾建国力量的影响这件事。下面就针对这个问题来分析、来探讨，以便借此检验、甲批判，来提醒思考市民，咱台湾如何重建台湾意识，来作为未来台湾建国的准备。来第一段，民间主教坑人妄想，民间主教就是乱传啦，一贯道啦，对。台湾社会所出现的儒宗新教乱传，一贯道自称为天道、天地教等等，拢用儒教为宗祖，立儒为宗，也以道教、佛教、基督教，伊个叫做耶教、伊斯兰教，又叫做佛教的神圣圣物、菩萨罗汉，降低教化社会信众，伊才会讲，这叫做民间儒教，会当归纳做民间儒教、教派儒教。这个教团将神圣圣物。五教诸神的意识上，即什么呢？做一个入心状态，来做事，做事的思维拢变成神书了吼。迄、个意识来编辑成神书，内容不外儒教啊，迄套封建帝制时代落伍的道德观。神书顾名思义，记载五朝代从犯神啊，拢是用七绝五拢做事的古文。古文的这体系来写成，所以真侪知识分子也属于参加乱等。对伫民间儒教来讲，宗教的主要任务是道德的教化，这点吼也足值得批判。宗教毋是干那咧教道德的，毋是劝世的。那用这个
人生哲学的范畴来讲宗教，宗教究竟就是神观的选择。真的内面一心论、多心论、到无心论，究神就是道德观，道德观嘛足侪种。究美就是生活态度的选择。究美，这究美内面啊，佛教徒这款生活态度，基督徒这款生活态度，佛教徒。你若甲食一克牛排，伊安尼念经念一百遍嘛，袂清。啊，基督徒食一克牛排，讲感谢上帝。啊，菜香也是道德观，哪有？所以宗教毋是道德问题，毋是道德问题，是求真的问题、甲求神的问题、生活态度问题、甲信仰的问题。但是应该要停留伫这个泛神的道德的层次。啊，所以神书内面有啥物？较著名的神书有《孔子孝经》。就四号故事，玉玉宝钗更细文，日月游记，天同游记，点点十字猫圣贤十字啊，圣德十字，点点不啦，好一两百种。咱并不反对民间儒教致力著作神书，甲泛神的用心的甲付出。问题是，真侪神书的内容，拢甲时代观念发展，就以孔子孝经，甲一个四号做例。那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伊的孝的内容才落伍。啊，搁逐日大家会看，我刚才讲《孝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咱毋知有读过。《孝经》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讲：身体护法，修之父表，不敢非常孝之事啊。立身行德，用人好事，以显父表，孝之将也。哦，这句话咱听起来安尼，响叮当，真侪人爱，有影就对啊。身体护法，身体父母，啊，头，父母甲咱生成的，袂使非常哦。孝道的开始，立身行德，用人好事，显父表，孝之将也。咱得爱做会好，立身行德，用人好事，官做哪大哪好，哪高哪好，父母啊，才会当用功，因为咱用出名。那用这款标准来看人的社会问题真多，学校的体育课拢爱取消，身体无法修之父表，甲取消，啊，你就唔通去踢足球的。哦、一条脚球的，啊是偌久未落来到地，切到大工细里，还佫推又细，这不好呢，不好。啊，立身行德，用人好事，因的父表，哦，孝之将也。啊，都有当生着一挂蒙古症的，哦，啊是残障的囡仔。这款囡仔的性命是有尊严的，咱要甲保护，但是自家孝道无安尼来讲，啊，那用佛教的这个正规的规正道之道这款的。这款的报应观念，哦，迄是恁精神歹疾病才出世这款残障的囡仔，更加吃力，都无迄个生命共同体力量。所以观念吼、哦、非常重要，咱唔通去信迄。啊，我这无啥遐运动的，唔着上有效。啊，身体无法修之无表，我也唔捌啊，踢脚球也踢袂好。啊，这搏性的捌迄落啊，嘛无安尼，嘛唔敢去医落去。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再来二十四号的故事更加吃力。二十四号的故事，无一个故事合现代人的需要。我刚才讲两个就好，一个就是明宗扩德。啊，明宗这是一个号子。啊，当天时都未不得顺的，这个背景是中国出现的。啊，老细啊，啊，伊爱老爸老母爱食德顺。啊，这个戆囝不要讲，家起一间温室。哦，啊个。甲落肥甲压水，啊，吼德顺也袂记哩讲冬是冬天是夏天是春天，伊就是伊毋是，伊用伊个目屎去哭。一个人个温度36度是健康，你个身体，我当然用目屎哭甲细尿去，对你是超人，所以你个身躯80度，啊，目屎哭出来，迄粒目屎滴落去，剩16度、20度，无结冰。啊，予德顺啊，慢慢啊，细慢慢啊，由德顺啊，慢慢啊，感动甲哭出来。啊，若安尼有可能的话，可能五加仑桶的目屎，你爱靠喘桶去靠，德顺啊就袂生。干那靠一桶就好，你若要阿妈加得痴迷哦。啊，所以民众扩德，好佳哉，咱你囡仔太聪明，不要用靠的。用屁，较简单。过来五边求你。爸母爱食鲤鱼，伊也袂晓去挖一空吼，啊，甲钓去，伊毋是用身躯去捕啦，捕甲扁鱼哩，啊，戆鱼来互你啊。我讲捕甲扁的鱼，伊若有重感冒，就半生死啦，哈、啊。即款戆捕，
准讲，互你有法多当掠鱼，等于给爸母食。啊，爸母若食落腹，迄个爸母若无人道啦。所以这个孝的观念，哦，惹来诸母亲啦，啊，什么？要搁一个哦，过忌拜忌，迄才是不人道。哦，后一个三八爸母爱食冷冷啊，哦，啊，心不冷，特别用囡仔食，食不够，要爸母食表示有效。迄、那个囝干。拖去台啦，啊！不哩想讲有一案件啦，哈，安尼囡仔较免死。哦，即款个故事吼，也藏伫二十四号内底啦。你若去看庙林吼，安尼真侪 decoration， 真侪迄个砖塔，迄个画拢画侪。啊，这吼，即款个观念甲现代拢无合。啊，善书就是咧讲这，啊，这我是真大胆做一个批评啦，吼。所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伊好的内容，落伍个值得大家批判。甚至有一个神书的头页，还佫有蒋总统、金国先生一路，唔相信你去摕迄句来读看卖啊？问题是，各款宗教伫身甲道德拢有家己的规范，袂当像民间宗教同款以偏概全。举例来讲，民间宗教藏信徒假所清口，唔当假错。多数伫初十五食素，伊都无天主教徒民间信仰的神人信徒，啥物嘛拢食。啊，穆斯林敢若食清真牛肉，所以讲神甲道德的规范，各款宗教的见解拢无共，毋是敢若无共款宗教的道德观无共，连共款宗教的和尚的道德观都无共。小乘佛教的南传佛教的和尚，你若供养伊啥物，食鱼食肉。你若透早摕沙参来食，伊嘛食沙参，伊是无杀生的了咧。哦，啊，中国和尚较奇怪，拢食素。日本的和尚呢，更加古锥，食沙参、食鱼、食肉，佮娶某生囝。咱的林秘书长看我讲的有影无？哦，都一关闹共，无共啊。咱食沙参，良心也袂不安啦。啊，所以道德观这是真多元的，啊，真多元的。伊是基督教，哪有食菜，哪有食素？台湾病院的就是食素，伊都互人安乐一回。所以善的标准无共款，道德内容嘛无，嘛袂当讲安尼真健全，因为安尼涉及伊的推动时代进步的社会伦理的规范，咱来用这去想吼，才有健全。台湾呢，独立建国的确需要一套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治道德甲社会伦理，这点绝对毋是民间宗教。伫宽限内容会当限量，因为伊太过封建，都不切实际。咱毋是讲伊动机无好，伊心足好，要件无好，观念落伍，即无合时代潮流，会教唔到伊。有两种民间宗教的基本教义，比较影响台湾独立建国的前途，一是天命思想，是宿命论教义；另外是家庭主义，即、這个 familyism 的教义。咱渐渐过来甲强调主教天命观的宿命论。孔子是讲强调天命，五十字的天命这两句的话，伊就是不敌命，何以为君子？所以讲，君子有三位：畏天命，两句的话。既然君子的第一位者是天命，因为安尼儒家强调天命之为善，啊，率先之为德，修德之为高，德也者不可思议啊，泱泱啊，礼周。问题出在孔子的天命思想是：树生有叶，夫妇在天。这宿命论呢？宿命论下一种命运天定的宿命论，因为安尼，假是后天，好、哦、后天的人不怨天不尤人，下合而上德，低我者啊，低我者于天无论故。为着安尼，两千多年来啊，受影响的汉人社会，拢受制于天命，也深信命运天定的宿命论。更加相信人一生的命运，已经予年月日时的时间所说明。所以落土时八字命嘛，又搁予个人的面貌、手份、形态，以及后天的性命、风水、运道、连因啊，也咧甲咱说明。所以吼，真美。啊，我直接搁做一个说明。这个命运天定的思想，时间的说明就是生金八字。生金八字。这个理论在台湾、啊、有两套上出名的，一套是标定子未星，啊，甲八字符合叫做子未斗数；一套是年月日时，哦，
吼，伊这个的教旨，天干地支教是该平定无比，以心认为啊，这个地支就是主九运报，甚至五笔生死海，破入十二生肖，合合的第六十教旨，一个时辰两点钟，主时是十一点到一点，啊，昼时是一点到三点啊，咱拢知一柱而归，所以。啊，华人的社会无迄个十四小时算，只有十二星星算，甲六十假日。人叫做乾，路叫做坤，安尼八字。当人相信讲生的迄个时间已经比天数说明，这就是星星八字。所以以后要结婚，要做事业，我爱看八字，第八字来排看好啊歹。一款古老的宗教讲，讲是害死台湾人，才是到。有够大，有够大。啊，查某的，查某八字也歹，拢甲翘，拢平。所以咱古俗古讲，男命未使嫁，啊，女命无亲。女命呐，无煞即出世的吼，八字拢甲改做，偏偏咧今仔出世，甲改做明仔，还好。所以无安尼，啊，人唔娶，人唔敢娶，这对八字一个就出来，哎，无煞即生的这一款的无唔敢娶。害死人，这个叫命运天定，一款宿命了。时间宿命，咱唔通相信的。你若要做命运的奴隶，你较信即套；若要做命运的主人，千万唔通信。过来，台湾人那相信讲，连面貌也甲咱宿命，所以看面相；连手纹也甲咱宿命，男的女的。哎，这套那无落用的，那信出来的。你若外国人的正面吼是。诶，迄个大病是正病，那外国人要相命，查甫爱看正手，查某爱看倒手，结果台湾人倒变，查甫爱看倒手，啊，这个查某爱看正手，男的女的，风水嘛是一种啊无路用的，你若要做土地主人，就唔通看风水；，若要做命运的主人，唔通相命；，要做时间的主人，就唔通看这。啊，你呢就是这么简单，啊，这叫做宿命。就是有遮优异，啊，所以吼，足济啊命运过分就走出来。不过呢，有当时看电视吼，看到真懊恼。发生代志啊，即第二层啊，才出来咧讲，哦，即个风水无嘛。啊，你得莫发生代志，你得甲检讨嘛。啊，什么人？啊，那安尼好，讲哦，伊迄个风水偌好，迄拢无影无食。先天呢，就是时间所变，就是生理变。面貌所变就是看面相，手纹所变就是看手相。啊，后天呢就是这个姓名，啊，当王冠，这个名好，啊，当贵位、封贵位、保安贵位、中家起来拢从中家贵位套入去八八八，七，这个到九九八十一一级，哇，真呆就对了，真呆板。啊，你看你，人甲这人呆板，人啊这人呆板，科学也这人发展。啊、这就是做游戏，一个火天呢。啊，连囡仔，我一个三八学生吼，去买一个象牙，请囡仔抱啊。哦，讲伊一个好朋友吼，就是印象上的专家。啊，讲去这个活动中心，我也无要做官啦，做一个教师匠尔，时间到嘛，来退休。哦，啊，一世人来来去去，这烟雾的，即个都无落烟啦。啊，结结好佳哉，阮某我提去胖。哈哈哈！这个无论印章后印章上，啊名字上，这叫做火天。啊，那是要出门啊，就是占卜，意味主义的，要去一本旅行啊，到底会平安未？去求一签，啊，求着福如东海，寿如山，本旅何处靠中间？这个签头有这字，哎，咱来这套，意味挂落去不要紧。捡了一支做错落来，挂水手，我主席也六斤，唔敢去啊！这歹头彩啊！台湾人就是用这套游戏来咧经营伊的生活，啊，所以吼有够迷信啊！新军啊，那甲你讲，我敢甲你讲，你敢信就好啦啊！啊，宗教就出现，宗教不遐简单，就是讲我敢信，你敢，我敢讲，你敢信，就是宗教。台湾就是这款宗教咧害咱。所以，啊，咱看见遮侪这个看这个姓名、风水、运道、印章，哦，或者物件说明啦，安尼人人平时生活自然养成一种
敢来顾家己哦，啊，不问政治，封建帝制时代根本无机会问政，啊，啊，若拄着艰苦吼，分命不安天，六天地连大锅，也佫挫折失败，也只有分命不安天，会一个感叹一了。这种命运天定宿命论，一再伫民间儒教的神书出现的结果，咱社会人人自然，对时有时间倒错。五种民主政体内面的帝国的总统，当作封建帝制天主来看待；也五种人民的公仆的文武百官，当作人人应该加以孝敬的平官。毕竟，政权是天命所授嘛，百姓哪会会当违抗呢？他介五代因为命底太好，叫天时地利人和，做起总统甲大官来。当时我咧甲学生开玩笑，讲你若想要做总统，足简单。迄、李登辉先生，人叫霍道辉啊，迄个面吼会做总统。啊，若经营外科即摆吼，遮尔咧发达，你从恁个孙仔是囝，甲经营做即个霍道辉个面，快做总统咧。啊，若会，面上有影。长江查甫做姓江，长江查某酒空房，啊，迄毋较简单。长江查某伊经营外科，甲用个无长江，看伊安尼。嫁一个好丈夫面，我讲，这套拢无影无食，吼，咱唔通去相信。那咱知影，为着安尼，台湾人的爸母教是囝儿讲，哎呦，唔通反对遐爸母官，啊，因的关怀全是种天意啦，啊，将家庭顾好为上啦，唔通参加街头抗争啦，以免互人掠去下架。天意一个高吼，才会改朝换代啦。安尼咱都唔免坐多只努力啊咧。讲天命，讲天意就好啊，无影无食啦。啊，所以就是因为过去就是这款的观念咧影响咱。咱即爸母的观念，从阮迄时就相信命运天定的宿命论社会，那是人权甲社会公义啊，无专制政权压制啊，唔知不主地。但是，佮矮化许多市民的政治自主性、佮创造性，所以讲民间儒教伫先书中所强调命运天定的宿命观，使直接麻痹了、麻醉了台湾人心灵，阻断台湾人自主建国的力量，因为伊将台湾人的这个乐观进取的天性啊，甲伊抹压。第二就是儒教出现家庭主义教条，这点也真害。华人的社会无资格当讲nationalism，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才有资格讲国家主义。迄共产党咧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迄拢骗人。华人的社会敢若有 familyism， 家庭主义安尼来。咱来啊，关于这方面，咱小可来这种儒家影响来批判看卖。虽然自民主以后，儒家提出世界大同的伟大理想是讲无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联合国啊有克制理论大同篇。可惜啊，这个理念始终无在历史中实现出来。理由无他，就是孔子的家庭主义的道德观受宗教化、甲泛政治化的结果。孔子有讲：好礼也吃，基于人之本。因为嘛，个人以礼祭祀祖先，先祖之以礼，庶种之以礼，祭之以礼。后人更加从孝敬甲一个死后的故事，改宗教化，将之演变做祖先崇拜，甲各地祖祠的实力。于是，专攻公姓相融、异姓相克的宗教性的家庭主义，必然形成。姓党的过姓党的，姓王的过姓王的，这哪有可能有国家主义啦？敢若有方面利益啦，家庭主义无国家主义啦，吼，必然影响。讲求血缘地缘，血浓于水的相关心态，对安尼嘛根深蒂固。但是这套家庭主义的教条，用伫政治下的结果，就是中华社会出现啦，以及历代政权家庭内的经济，老子当总统，儿子一定要。所以蒋介石做总统，影响蒋介石嘛，爱有一份。民进党也有一款的毛病吼，政治拢是家族政治啊。如此一来呢，世界大同的理想自然永远落地伫华人社会中实现，并且牺牲了社会公德心这个 social mind。林语堂对伫儒家、儒教、家庭主义的批判是：既然民主，
依法以理，业缘报恩，礼仪正义，献殷勤，贪官污吏，学校组织，以及全部中国政治体制甲社会风气，拢出自家庭主义甲传社制度之内。你看，伊用英文写这五国五民英文版第75页有这款的规范。即个篇幅，通讲是一针见血，也即般的中国功夫，却还搁伫台湾社会大行其道，不停伫国民党政治体制内面在流行。反观台湾的民间儒教，所刊印免费分发的善书，伊内容也同款在强调乞讨家庭主义的教条，也家庭主义的宗教化，嘛直接影响台湾社会丧礼的纯讲究民主的大败笔。以及罗布戈布去拜公妈，有落面的传统，也将伊当作孝道的一种具体表现。与所谓哀言，又搁家庭主义的政治化，就是表现左属的这属观。伊也当然成做当时公职候选人的支持依据，而不论因的候选人是毋是乌道，伊的操守好歹，拢不管啦，拢不管。讲迄个族亲就好，拢要选互伊。更加严重的就是，这个家庭主义形成了政治的家庭啊，以及经济的家庭啊，有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力量，以许多台湾无法度通出现。就是只有家庭主义共同体，而无国家主义共同体。真明显，政治的家庭主义家族化，不仅国民党、民进党嘛如何炮制。经济家庭主义也让台湾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永远存在，也甲国民党政权长久以来无心伫社会福利的政策的制定，由此奠基民间儒教伫先书中所鼓励中华社会家庭主义对台湾人的命运共同体影响，尤其是台湾人自主性的独立建国行动，甲上述命运天定宿命论共款，具有真大的障碍。因为安尼，非要将伊视作不可。毕竟，台湾人遐自私、惊死、爱民主、性命运靠袂起、无公德心、一落精神，拢甲即款理念有关系啦。何况民间儒教的华北先师，伫有意无意中间，嘛伫符合国民党建权的走心运动所出现的国家儒教、甲三民主义教。我直接甲他批判这个儒教的命运天定论是无公德啦。佛教我来甲批评者，中间大家有这个真侪佛教徒要研究一下，不要简单三个来分享看。佛教老佛法人社会一项就是命运主宰论，不是命运天定，伊无迄个生与灭的观念。嘛无迄个名字合啦，啊啥物面相，迄类观念拢无。但是命运主宰论安怎讲？正规的规，正道的道。伊相信三世因果，前世因决定今世果，今世因为因决定来世结果。今仔日你我会当伫遮出世做人，坐大车，伫遮三个学习一寡宗教甲政治的课，就是咱前世的行为太好，毋捌太过低。唔捌搭死狗呀，唔捌拍死蚊啊，才会通出世做人哦。正规的规，正道的道，来，咱今仔日咱坐伫遮，逐项都食，逐项都真自由。来，正规的规，正道的道，后出世你该死啊，六道轮回在等你，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逐道拢在等你，看你的业，你的贪。业业因为对这款的业种了较济，牛排食伤济，鸡排伤济，狗牙垃圾伤济，安尼去畜生道做狗牙做国国鸡这种行为宿命论，我改叫做命运主宰。这个命运主宰论最大的缺点就是咧讲一寡一个家庭然后残障的囡仔出现，比如讲目睭无看的吼，还是盲骨症，还是小儿麻痹，这才是真不幸吼。这款弱势生命吼，咱应该甲伊好好，甲伊补偿，还是不够，毋是乌白话。即我安尼甲真侪佛教的大师讲过，讲恁为甚物对这个社会福利做了遐多积极？咱天主教啊，小儿麻痹、蒙古症的迄落，也是基督教拢有咧看这残障的囡仔，伊安尼管用呢？
哇，迄个报应啦，迄个报应。迄可能因的祖公祖妈，也是咧爸母吼，海积德来现世报。哦，我听一个心足艰苦，一个小鸡巴的囡仔，无正常的囡仔是现世报，哪巴的囡仔是现世报，将来这是遗传的问题呢，将来嘛可能拢有呢。迄个囡仔在咧可怜啊，啊你搁大户祖公祖妈，安尼讲对？所以因有一款的观念。华人的社会对这残障者，为因未来出路只有一条路做乞丐，目睭青盲的牙连，其他我都能无声。外国不是哦，外国这款有缺陷的性命，在这个性命共同体内面特特别保护。因为路爱做斜斜，无会当坐轮椅，会当行路安尼去。啊，目睭好看，看的路痕，咱慢慢来会晓去了。基督教的文化影响会比你国家恶的，唔通学袂落。即个肉身生命爱互伊活得真好，即、這个社会才会好。互伊伫遐咧做乞丐，互伊伫遐咧安尼安尼微薄啊，即、這个社会袂好。所以即个宿命论吼，两派的宿命论影响台湾人吼，足自私。算命拢算家己，无讲我的命底好，咱的国家会进步无啦？拢是顾个人，无咧顾团体。所以咱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不管是命运诅咒，还是命运哦，命运天定，拢是咧顾家，做流连咧顾家己，逐项拢是咧顾家己。咱外国唔是呢，伊斯兰，我卖讲基督教，哦，伊斯兰教、波斯教的社会、犹太教的社会，因个命运共同体是整个的民族，一个民族问题，大家民族来承担。一个社会有残障的囡仔，社会成本来付出，会活得更加好。当然不是，是一款宿命论的影响，所以害死咱，连建国都有问题啦，就是自私，自私。我好就好，别人的囡死未了。那安尼，咱未进步呢。所以我会记得耶稣讲一句话吼，以前我想袂通，伊爸母甲兄弟来找。啊！伊无无，伊咧开始咧演讲，无啥咧插伊。人学生来讲，耶稣啊，你看你的兄弟爸母来咧找你咧，你停一下，你甲挨杀一细下路，唔才阁继续。耶稣安怎讲？什么人是我的老母？什么人是我的兄弟姊妹？既然行天日的白纸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即句话若套入今仔日，就是讲，什么人若有同款的力量？法律建国的力量的人，拢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所以以后我来演讲，叫恁做兄弟姊妹就好，唔免叫公。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咱爱思考的一个要紧。来，咱继续，一个点点，让小花开场。对，所以这是一个宿命论的问题嘛，咱甲大家拢总问好。咱要休困啊，是要继续，继续，好。来，道教甲民间信仰无符国家定义。啊，一旦社会道教天书教就是正一派，啊，通俗道教就是法师、安道法师第三派，第三十八教教教不相同，或者真复杂。甲民间信仰如同三教合参的文化形状教。神人唯一体的宗教现象，民间信仰道教拢合作伙。台湾社会影响相当深远，就是道教甲民间信仰。虽讲道教不等于台湾民间信仰，但是民间信仰大祭奠、做酒啦、神明师啦，甚至丧师，拢去较在道士、乌头道士、红头道士。红头道士是道生吼，技术的乌头是技术丧师拢总来。甲第三排安道法师拢来请因做祭祀不够，丧师搁甲伊来乌头道士会发力，引魂啦、做功德啦、超度啦，伊影响啦实在是非同小可。但是台湾的民间信仰不等于道教，因为伊是台湾人的精神文化，也是礼俗的依附者，所以民间信仰好的一面就是依附台湾文化，以上的文化宗教并无不妥，伊是保存台湾意识。诶，宗教文化现象，我伫遮小可做一个注解。我毋是咧学罗民间信仰，我讲民间信仰
有伊的好处。你捌看伊当咧关东机无？你捌听伊当现在东机咧关东机用北京语咧关无？毋捌。客话甲落落，即证明讲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哦，东机伊无用日本话关东机。国民党统治台湾六十多年啊，伊无用北京语关东机，我也毋捌看。讲一贯的污染，你叫人磕头，一颗梭，再颗梭，三颗梭，哦，这是迄个北京语。这证明讲民间信仰保留台湾的语言也无古。你读素文哦，拢读汉音的正音呢。这一点至少是精神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这精神文化内面民间信仰有伊的贡献，保护人同化，特别保护这个外国语言的北京语同化。北京语是外国语言啦，不是咱的父母话。啊，所以这点啊，有伊的这个贡献伫的。但一些保存语言真要紧。那是安尼，道教甲民间信仰对咱人的独立建国理念有啥物影响？是好还是歹？啊，是歹比好较济。这个问题你甲以正视甲批判，因为两者对咱人的宗教生活实在是影响太大。一般来讲，道教因为讲究鬼神信仰，又搁施行无暇消灾、祈安、求福仪式，所以教咱人一生追求功利。也这个功利主义必然淡化咱意识，互师道师人走向独善其身。对咱人吼，那宿命、算命拢是独善主义，独善主义的走向。表示不是台湾建国的重要性，是民间信仰的新观。是建构伫古代封建帝制时代，因为诸神拢千王千帝千侯，伊要民主化足困难啦吼。宗教思想也因安尼恶敌和疏通，自然陷入民主化。伊个心态都恶敌解放啊，哪有可能民主化？因为你所拜神是帝王嘛，再加上偶像神类多数来自中国，造型佫出自中国，吼有够中国个，所以你去中国进香，这点有当啊真费劲。所以，佮集中伫回归中国顺利压制，甘心服共产中国宗教统治，伊嘛毋知。即种中国在大永远挂钩的行为，自然直接阻断台湾建国的前途。所以有影啊，即咱下面就是过来做一个规划，道教公理观淡化台湾意识。当然，道教祖师中国江西龙虎山的天师道，并自称这一派。也通俗道教又搁自称来自中国的灵山道、的三奶派、法主公派、甲姜太公派。这个以外，也搁有崇拜中国神仙、王神、老祖的鬼谷子，甲持家今日的占命派，替人算命、相命、定日、排八字、看风水，这个占命派。因为这道教的教一流派，自古以来就祖师中国，自然因的宗教意识形态嘛真大中国。哦，这下是马英九的政府的意思的。啊，从而影响民间信仰的单一性、信众的单一性，如果无好，台湾人自己唔对，是台湾了，台湾人应有的国家的。至少，凡是祖师中国的民间教团，爱完全独根独特，独根的台湾本土是真困难，要得正中国啊。这个声明啊，对于山东来吼，这控制山东，就去山东压制；对山西来，这个关公就去关公故乡压制，这真费劲的。那不是拜日本帝国统治台湾之术，是一道断绝甲中国江西龙虎山的关系。我话道士甲法师，那要晋级，拢得去回归龙虎山。啊，就师徒的道教就难于台湾化的。我足强调台湾内在性。过来，道宗道教的经典叫做道宗，道宗这部道教的重要经典。其中有三十六公体甲七十二福地的地理背景，啊嘛是足不灵的出自中国。地老子、三清道祖甲其他诸神甲鬼神的来源，同款嘛来自中国。也道教乞讨追求整体神的修道要领，啊道士就是你生前归真来追求永贞、脱体、安身，追求整体神的修道要领。伊达先生规整个超凡就成境界，嘛全是中国功夫啦。长久以来，啊，儒主宗教传统，通过道士甲法师，伫台湾社会的运作，
自然予咱民间的善男信女真恶去切断中国财富，也直接淡化台湾人独立建国的精神基础，就是台湾意识。啊，即摆吼，台湾意识拢无去啊，大家拢不晓讲台湾话啊。我足注重即个讲爸母话吼，妈则听。这爸母话就是咱的根呢。啊，台北囡仔拢在讲北京话，都无根去啊。这国民党的歹积极啊，即安尼是。所以，伊若讲北京话，就恶去切断中国财富。也直接淡化台湾人独立建国的基础甲理想，真侪人批评台湾社会想要追求功利主义，追求功利，因为安尼人人的宗教生活拢集中精神去梦想，富贵在自修，五福临门，相对养成一种失败、破灭、喜爱民主、无公德心的自私自利心态。我伫遮安那做一个我的信仰的一个分享。我是一个歹命囡仔吼，八岁爸母伫，还袂从前进前的死，啊，所以我对这个命运的问题足敏感。我有对这个命运的问题哦，来甲耶稣的命运观做对照。耶稣一生活33岁，甲亚历山大同款，但是因对真历史留伫人类历史对历史影响，是比活100岁人较侪。华人的一个破格的追求富贵财主秀，恁伫过年时有看见咱的门帘的顶面门牌有大五张，迄叫做五福符啦，红纸有无？每一张的五福内面有迄个真纸三仙老公啊标，就是财主秀啦。哦，恁注意看吼，咱大五张代表富贵财主秀，这就是台湾人的价值观啦。人生观最高理想是追求富贵财主秀。我咧想讲，嘿，啊，我是不是头壳歹啊？我咧信耶稣，哦，因为耶稣一生富贵财主秀拢得无着。哦，第一个理想是富，耶稣是善良人啊，哦，伊是迄个做目匠的家庭出身咧，伊富都无分咧，我都起一福气啊。啊来贵，耶稣一生毋捌做过官。伊嘛毋是贵人啊，啊五福都起两福啊咧，啊第三福财，耶稣毋是生意人，哪会发财？迄老罗马帝国个税金，着阁叫学生去钓鱼咧，啊伊鱼嘴啊，摕一个囡仔去纳税。最富贵财，五福起三福啊，要存两福。主，耶稣一生独身，孤苦阁坐监，富贵财主拢无啊，五福起四福，最后一福当退休。这个华人社会寿数的标准是50，啊，像我安尼70几岁啊，吼死，那安尼正式爱伫墓牌挂放一个显客当皇冠安尼，活上49的，无上50的袂当放显的，啊，显客啊，查某放显屁，啊，显客显屁，啊，耶稣33岁咧，夭寿阁短命咧，啊。五福气了了，啊！咱头壳是歹，啊，毋是，咱记得信耶稣。这甲咱讲一个宗教的价值观，人的价值，毋是在你性命活偌久，是在你有善用性命，影响人类的历史啊无啦。你活33岁，活30岁，哪会当影响整个历史？够呀，够呀！你的性命吼，啊，没有虚度出生啦吼。出生并无几多，安就好啊。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华人的社会，伊的价值观就是在地追求富贵财主修的。啊，所以惊死咧，啊，未革命咧，就是甲这有关的。啊，这一生人的宗教，因为人的价值观较无同款，是徛伫迄个另外一个价值观，在咧看整个命运共同体的代志。啊，所以吼，咱阁继续。所以追求五福临门，养成一种惊死、苦未起、爱民主、自私自利的心态，尤其原因除了儒教啊，甲儒教一样吼，受命运颠颠、宿命观的影响以外，嘛直接甲道教迄种现世主义的功利观影响有关系啦。大家会当发现着，台湾人一生拢是伫关心家己，伫安慰中来度过一生。譬如讲，婚姻来拜拜日。啊，阳体居住，阴体自亡看风水，
商家开业嘛，着直接六级，影出事着照礼数经书以外嘛，着请叔叔来排一个八字，甲号一个名嘞。哦，啊，家人若是伫看病，就将病因归咎伫凶神恶煞。啊，即点即上帝咯，看病是 H1N1 的感染，是甚物款如果新的感染？毋是啦，鬼哦鬼啊去坐下，啊，充满着五鬼，啊煞神。啊，白虎、五鬼、煞神、天狗、七灵，伊台湾做鬼足衰，拢要予人乱，破皮拢咧乱鬼啊，啊，着去祭煞。迄若是去病院看就好啊，啊，祭煞来消灾才会解，来驱邪病才会好，拢是咧变这套，啊，所以比着安尼先，伫台湾吼，台湾全世界第一等个鬼啊，侪伫台湾，人个好不容易一日。十月三日，啊，咱一个月，拢对付这兄弟啊，啊，对付的目的是咧生意看做会好啊。后来所以呢，安尼呢，来请道士、法师来消灾、来驱邪，连庙宇的新坛做旧，为一年一遍的，为真侪年、三年一遍的、十二年一遍的，为着求得合境平安，嘛着人人来集中去参与。许多士兵既然延续一生，拢接着道教去推入一己的公益慈善福利，对台湾前途的关心嘛，淡化了，提高台湾人自尊心的台湾意识。也台湾意识一旦受道教的公益主义所蒙蔽，台湾人的独立建国的前途变得真暗淡。这是大家需要认真深思的所在。过来，民间信仰的重心，拢以宗教统治，哦，这点足吃力。台湾社会上要紧、最具影响的传统宗教，就是台湾人所信奉的民间信仰 （folk beliefs）。就以荣耀性来讲，民间信仰是台湾人古今的精神文化，并且已经出现台湾化，也台湾 nation 特色。虽讲伊的庙宇造型、重心来历、甲礼俗传统，都来自中国南方的福建甲广东，但是已经历四百年来演变，实在已经台湾味真浓厚。像讲庙宇的造型，拢有师徒的特色，仿日本那拉大佛的大神像倒出林立，祭奠场面甲阵头会表现相当的本土化。哦，我去家庭啊吼，看祭奠，看甲真爱笑，足侪日本布啊阵啊，都该烧啦。这毋是中国文化呢，伊心灵、影心灵中间有落该烧，有日本布啊阵，啊嘛有山地布阵呢，啊。这不是对中国来啊，真台湾化，真本土化。新的新面嘛不断出现，包括蒋介石啦，包括廖鉴丁啦，啊，包括这个阿神西啦，那拢有咧带，拢有人咧办，这是台湾化的事实。但是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自统治台湾了后，到今还阁以台湾民间的庙宇造型、甲众神的来历，拢甲比干中国地缘关系做理由，致力教育台湾人。一种台湾甲中国协融一水，或者北京路一文化在代关系。随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大中国主义的目的，利用宗教，因为安尼啊，新人敢主张台湾独立，就予人关照分裂国土，甲背祖亡宗的罪名。所以，那安尼张乐会是罪到恶极啊！张乐会真主张，予台湾加入一个新时独立的国家，更加进一步。就是利用民间信仰来达到伊的政治宣传目标，比如讲早期庙宇大型的牌楼，两边的确就写着“光复大陆河山，消灭万恶强匪”。咱即摆吼，强匪在继续消灭的，单分林迄就是强匪，绝对的。目前形势已经改变，迄个主张统一的中国路，拢在违背宣传，这真厉害。那以后。民间每逢大祭典，嘛时常出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可见国民党以政治利用宗教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目的无他，志在教育台湾人永远怀抱大中国主义，让台湾子弟袂记台湾历史。既然台湾人民心目中只有大中国，又搁无心台湾，也现在迄个大中国又搁是共产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台湾的国家地位，自然无好。安尼落去，台湾人就永远成做阿西亚的孤儿。搁再加添民间信仰的众神明，搁来自中国，
也善男信女，伊阁啊真啊习惯认同伊所崇拜神明的出处。庙会甲头老大伊阁夸口，该庙主神是咱中国某地某庙，自然也就前往中国祖庙去顺礼进香啊啊祖神，会反攻大陆的行动。一干清飘就是啊，伊来讲啊，台湾东北部的南方二妈祖，就曾经伫政府要未开放中国大陆探亲时，大圣率先偷渡成功，福建的湄洲顺礼妈祖的祖庙，又搁请回湄洲妈祖转来台湾供奉。南方二妈祖庙不但祭祖因伊为荣，该庙也入刻香火鼎盛，搁吸引全台善男信女前往膜拜，对安尼富甲天下。伊雕塑一尊大型纯金的妈祖，恁去南方有看到有？也中国共产党官就是讲，这种台湾人顺礼，中国祖庙的宗教香愿的移动，都是将是对台湾人进行宗教统治上好的大好机会。伊是透过台商，甲台湾各地庙宇的负责人挂钩加交流，邀请因登记中国的开基祖庙去进行合作。光明正大进行伊统一台湾的心理建设，为着安尼，不仅马祖去中国湄洲阿祖，就连关公甲飞大德公，就是保生大帝啊，白搭吼，甲其他神明嘛纷纷反攻大陆去，自甘和比干的共产政权宗教攻击，也透过刚刚的台湾民间的神明信徒，面对比干的中国政权的宗教攻击，到达要个未较浅。要搁攀着大火时代，袂甲黄金，去得敌人修庙增款。你湄洲妈祖庙遮水，就是台湾人提钱去起的啊！实在，我有识之士感觉真无奈。苏明先生以民族形象甲台湾民族一书，就指出中国妈祖是出来妈祖，虚无小神啦。台湾妈祖毋是，我是贵爱妈祖，奠根伫台湾的移民史。两者的性格和功能对时代环境的改变已经全然无同款。其他众神虽讲来自中国，经历数百年来台湾的演变，嘛甲中国的神明拢无同款，也就是讲，因已经台湾化，尤其变作财神嘛一件事。因安尼千里眼顺风耳吼，手唔是咧提月牌抢月牌，或是咧捧金环保。恁若唔相信，我报恁去看下。中国妈祖来到台湾，已经无一单海峡咧救国救难啊！因咱拢坐喷射机足安全诶。啊，所以修行啦，啊，台湾人吼，诶，做新运动诶天才啦。即摆吼，将迄个千里眼啊，甲顺风耳甲解除武装，互伊咧手摕两粒诶大金元宝，请恁去板桥妈祖庙看，看我讲诶有影无？西雷妈祖庙，足大间个妈祖庙，也是同款妈祖的千里眼甲石头面提金元宝，所以台湾人才是造星运动的天才。台北的土地公千篇一律，伊所雕刻的形状，就是提一个珠玉，捧一个珠玉，啊，提一个金元宝，无牙关啊！啊，土地公是牙关的一个老大人啊，即摆哪来哪少嘞？啊，对，捧一个，捧一个金元宝，意思是发财如意，如意发财，真够发明啊！你举拐啊，都会放到房啊，无边过房就好。啊，那捧金元宝，甲放到厝里，互咱发财啊！这就是生命的造型的改变，这就是台湾化的一面啦啊！那这点是当今台湾社会宗教人应该认知的所在。这是台湾社会的善男信女，老是因为信仰对象的缘故，始终怀着揣根的中国情结，也是因对于台湾建国的运动绝对的关心，敢若关心要去中国进香。因迄种无知去中国随礼祖庙行止，谈讲是伫台湾独立建国的前途，根本就是种直接的障碍。真显然，国民党政权嘛，透过了私土的庙宇。这是关注一个影响力，就经济所连加以参透甲利用，为着安尼，总统哦，这电脑片唔是通作，总统甲各界官员拢把上边啊，和台湾各地有代表性的庙宇，你去看拢总有啦，拢挂伊民所上边啊，啊，伊
遐咧挂，感觉听用功，搁较是民意代表选举期间用刘武的这手法，翻来这个角头罗主，善男信女，哦，啊伫遐，伫遐来投票支持国民党候选人，啊，搁来看国民党政权主政时阵的总统、行政院长、省长，然后下乡巡视嘛，风标笔直，哦，啊，无心不败，之后。啊！通过党建军主导的三台电视的媒体曝光遐画面，秀予台湾民间的善男信女去看，讲哦，因嘛去咧去庙里咧拜拜呢，予因去共鸣，那得到民心。问题是，主流三民主义党中国要自称中国人的高官，即个作秀式的亲民的表现，啊，讲较坦白的，不管是。啊，不管是要稳定民心，伊就写入台湾人的自主性、建国意志，安尼若赢，只要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的一日，台湾人独立建国的意愿就报一堂心中甲对顶。另外一种台湾人投机心态的放任宗教行为，也是导致台湾人报一堂团结、无公德心，以致无法度人形成苗疆共体。福利社会的原因，台湾人民就追求一己的福气，因为安尼惯于利用新贵求财之安，因习惯上是向往心灵的灵性、灵验，不问其身家本质如何。讲台湾社会乌道的身家，就是有求必应的阶级心理嘛。我直接简单讲啊，这段，这咱拢会当了解。对于这个六合彩、大乐透啊出现了后，台湾人民有本钱，会去求明白。因拢毋是即时哦，光明正大去求，拢是半暝十一点以后。迄原来迄鬼啊，台湾人上惊鬼，特别贪财拢唔惊鬼。十八王公，恁若半暝十二点以后去十八王公看，伊无啊无边的永公庙看。哦，即款的庙的名足济，哦，金刀公、万神公、鬼南路强公、济地公，哦。啊，什么促吉公，什么天龙宗是拜骨头的啊，拢遐求明白。因若会到，哦，这有公庙啊，有鱼通看，有三鲜五鲜通食，哦，足好讲的。啊，若是求明白，讲久未到，一遍原谅，第二遍就去甲抛完，第三遍去甲错，第四遍哦，就唔放伊煞。害我呢，天干风散，我走去啊，囝唔操我。安尼好，一个布袋，一身讲你，我第一遍我了十万剁卡，哦，第二遍了一十万化作平，啊，然后甲地甲剁到地下哩，啊，甲地去遐个，这叫做罗兰心啦。台湾这种罗兰心讲罗兰心嘛吼，有够济啦，够济。啊，唔是伫台湾社会做人歹做，连做心灵都歹做。啊，这点有哪影响咱一个健全的建国心态啊？后来，啊，我直接有提出两点啊，做简单批判就好。啊，刚才您看十三页，啊，咱来看一下台湾建国需要健全的宗教信仰。我讲这两段是真要紧，不过予咱做参考啦，吼，予咱做参考。啊，刚才你咱。有一个讲有更加好的管道，啊，咱拢会当提出来讲，十三页，啊，咱对伫上述的